很 OK 了。对啊。哎。火花太夸张了吧！快到南亚了，前面会有很多奇怪的岩石，就是了。再翻过去那座小丘就是了，这样。
天可能是假日，假日车多了一点点啊。跟我一样都属于登山车啊，很适合爬山。对啊，像公路车比较细啊，然后这种是登山车。对啊。你要休息吗？这边吗？没有，在前面，还有前面，没关系啊，可以休息啊。前面注意吗？要休息吗？还在这边？休息吗？哪里？前面哈。因为停车场啊，你走左边就还 OK。对啊，你那公路车看骑起来很轻松哎，但不太用力。我说你在公路车啊，感觉骑起来轻松。对啊，这种都是用来公路车。对啊，哦，这太粗了，我骑很累。对啊，所以你看，你刚好骑这公路这样，刚刚好，很符合你的车。对啊。然后我这个车要去爬山这样。我本来就是一个接送，这种车本来我就占优势。对啊，你占优势。其实我觉得骑太快，真的不太好。对啊。加这一路上，我发现这路都很烂。我如果骑太快，我应该就不去了。对啊。太危险！我一路一直要刹车。因为那路上好多石头。哦，对，你那个很细。都让我心惊胆战。还有今天气没有打很饱，算什么饱？会爆胎，对，有可能。应该说，我根本就没有打胎。说他弟好，
你还好吗？用转的吗？我刚才转不动，他还在靠前。看来威宇这个变速系统是最屌的。好皮耶！讲话的吗？威宇太轻了吧？你太轻了啦，这怎么骑？哎，其实威宇这台车还蛮好骑的。可是为什么弗拉还是在后面啊？去第二个，这样我可以拍威宇。好，我这有行车记录器。重一点，这样下坡就很快。你要小心啊，刹车碟刹比较紧。哦，体验一下有后照镜的感觉。